哦，我今天去哪儿啊？啊哈，阿加斯订了一个包裹，他住在喜马拉雅山脉。喜马拉雅山脉？哦，你可以在喜马拉雅山脉找到世界上最高的山峰——珠穆朗玛峰。太好了，我最爱往高处飞。那我就不多说了，去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哦，当地其中一种方言会说 Namaste， 这是代表 Hello。Namaste， 好的。哦耶！所有系统全部启动，启动，启动，启动！还有这个，乐迪。乐迪，准备升空了。是飞。